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法人上菜，我是分析师蔡中正。那今天市场上都在谈论有关宏达电11月份营收的事情，有人说这个叫做低于外资预期。那我个人的看法，我认为宏达电今天大家讨论的有关营收的事情，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好像在隧道里面看到阳光一样。好，什么叫好像在隧道里面看到阳光？大家今天讨论宏达电的议题，为什么我说好像在隧道里面看到阳光一样？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走过雪山隧道？如果要去宜兰玩、花莲玩、台东玩的时候，你是自己开车，你会走雪山隧道。那隧道里面假设是没有灯光的话，那当你走到隧道的快要接近尽头的时候，射出来的第一道光芒，它是阳光，它是亮光，可是怎么样，它会让你觉得很刺眼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经验，我拿来比喻今天大家讨论宏达电有关它营收不如外资预期啦，或是怎么样的，我认为这叫做隧道里面看到第一道阳光，总是刺眼啊，因为你会看不清楚，你会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当然今天大家讨论宏达电，那毕竟你知道吗，营收不如预期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怎么样，它会变成股价跌的一个最重要关键的理由。当营收不如预期的时候，它会变成股价跌最关键的理由。那问题是，第一个，当大家今天讨论宏达电11月份营收的时候，那么宏达电今天开低，盘中一度翻红，震荡一下，尾盘杀下来，最低来到 266.5， 但是收在267。那观众朋友，为什么我说隧道内第一道阳光总是刺眼？因为其实宏达电这一路以来，观众朋友，你在黑暗里面，如果你有宏达电的，你在黑暗里面也太久了，所以当你看到第一道亮光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不适应。那这一段时间宏达电从191涨到现在，当然也有很多空方是赔钱的。哦，那基本上这一些空方赔钱的空方好像也是在隧道里面，因为每天涨嘛，让他觉得天都黑一边啊，让他觉得好像很黑暗。那看到第一道亮光的时候，赶快觉得看不顺眼，给他空下去。所以为什么我这样讲宏达电？你看哦，隧道内第一道阳光总是刺眼。可是观众朋友，你要了解的是什么？隧道内你看到第一道亮光，你觉得是刺眼的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先知道说隧道外面是什么状况？隧道外面是白天，但是下雨吗？还是隧道外面是白天，而且是大晴朗的大太阳的好天气？你总是要先了解嘛。那当然，营收公布的时候，听好哦，营收公布不如预期，毕竟一定会对股价造成压抑的效果。这一点您都认同，所以那重点来了，关于宏达电，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事情在哪里？宏达电，你想要赚宏达电的钱，你有没有一定要知道的事情？当然有嘛，做股票，你不能什么事都不知道，就只凭感觉嘛，这样一定会赔钱，您说是不是？所以关于宏达电，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事情到底在哪里？那当然电视上有些时候有些关键的东西没有办法多讲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会把它整理出来。关于宏达电你不能不知道的事情，可以让你在未来可以避开下杀甚至可以大赚的机会，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在哪里？这一场演讲我会告诉你，我会告诉你什么？12月8号的讲座，我会告诉你宏达电
目前是跟苹果联手嘛，跟苹果策略联盟嘛。那当然今天盘中有传出来说，外电报道宏达电每一季要付给苹果多少权利金，当然这个消息的可靠度真实性到底怎么样，演讲会我会完完全全的让你知道说，诶，钟声老师讲的有道理，这些传闻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甚至讲清楚之后，下礼拜你就知道，诶，宏达电跌下来了，你应该要怎么操作，你到底是这个时候应该卖呢，还是反而你要全力做多。这一场演讲因为电视上不能讲的事情太多，所以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宏达电跟苹果联手明年会冲到哪里，再来这个权利金的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然后还有一点叫做法人索马大回补，第一个要补到哪里，再来今天跌下来法人的态度到底是砍股票还是趁机会赶快回补，这个你就一定要知道了吧。如果法人态度转空，那你可能就要保守啊。可是如果法人看它跌下来反而是利用机会大举买进呢，那盘中这一些利空的用意到底在哪里，你不就一定要知道吗？所以观众朋友，这场演讲会我会告诉你宏达电法人索马大回补哦，你看从我跟你预告12月份的行情以来，外资是不是11月23号开始每天加码，加码几天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，甚至连昨天跌下来都还大买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是不是就像我跟你讲的一样，来法人索马大回补，那这个重点在哪里，补完了没有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看哦，外资连续九天大买，股价从250涨到289最高，那如果法人继续买呢，股价会到哪里，你看哦，这边跌下来20块嘛，跟这边很像，跌下来20块，结果法人索马大回补，跌下来20块整理两天喷出来大涨，所以法人回补，法人索马大回补，现在补完了没有，你有没有管道可以知道说法人现在到底补完了没有，那个不就是你现在决胜负的重点的吗？所以演讲会我会跟你讲的一清二楚、哦、那当然除了这个法人回补到底补完了没有，重点还有一件事情我把它写在后面，什么事情呢，就是宏达电12月份的营收，你知道法人现在估的数字是多少吗？这个是我没有写上去的，但是演讲会我告诉你，我们法人现在已经12月了啦，我们法人早就算出来在等他了，有关宏达电12月份的合并营收，我们法人早就算出来在等他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，你把我整件事情从刚刚讲到现在所有的事情把它串起来，你会发现哇，背后好像有一些阴谋哦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说这场演讲重不重要？这一场演讲当然重要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先透露一点点让你稍微知道演讲的内容，让你稍微感觉一下。观众朋友你看哦，宏达电今天跌下来，然后你再看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在哪里，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在于说，因为11月份合并营收只有 212.3 亿，只有 212.3 亿，那当然外资估什么，有一家笨的可以的
哦，不要这样骂人。有一家这个感觉不太合逻辑的一家外资，他居然估宏达电十一月份要成长40%，3%到4%。那我是不晓得这个研究员到底有没有经验，还是菜鸟？为什么这样讲？你十月份的营收172，你去估十一月成长将近40%，先不要说这个到底合不合理，光是第四季是淡季耶，观众朋友，第四季是淡季耶。第四季是淡季，你估成长已经很厉害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你还要估成长40%，那用意在哪里？还要讲这么明吗？好，有些东西电视上不能讲，但是演讲会我会跟你讲得很清楚。好，那观众朋友再问你一件事情：第四季是淡季，研究员估成长，分析师啦，某外资分析师估成长40%，先不论它合不合理，它带来的效果是什么？它带来的效果是股价跌下来嘛？昨天高点289.5，今天收在267，289.5267跌了22.5元，这个就是股价，这个就是营收不如预期的效果嘛。那再来，观众朋友，那十二月呢？十二月的营收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观众朋友，如果十二月的营收不如预期的话，如果十二月份营收不如预期的话，这一边你觉得这个修正20块钱，你觉得是修正的开始，要起跌了，还是修正的尾声？所以我说的事情是，当你看到隧道外的阳光的时候，第一道照进来，你会觉得很刺眼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但是重点是你来参加我的演讲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隧道外面现在是大晴天还是下雨天？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可能不知道的12月份的营收，我们法人都已经估出来了。那观众朋友，十二月份的营收是不是就是你不能不知道的事情？如果啦，我们假设一个状况，十二月份营收如果是不如预期的，如果公司的财测600亿没办法达阵，那你来告诉我，这是起跌的开始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修正而已，又要往上喷？如果十二月份营收是不如预期的，如果十二月份营收是没有办法达成财测目标的，那观众朋友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边绝对是起跌的开始。可是观众朋友，你在想一件事情哦，要怎么样能够达到目标？公司估的600亿，十二月份到底有没有机会？如果超过公司财测目标是600亿的话，观众朋友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简单讲啊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来，你看哦，这一边253，这边253.5，修正到233.5，修正20块，盘整两天之后喷出去，对不对？如果接下来大家讨论的12月份营收可以达成财测的话，那观众朋友震荡两天走平，五日短刀走平之后，我告诉你，重演这一段行情，会重演这一段行情哦。那会涨到哪里？所以观众朋友，为什么我告诉你说这个演讲，我会把电视上不能讲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你讲清楚？这个叫做讲座的重点。我会告诉你说，这么多讯息之外，当然最重要的叫做十二月份合并营收。钟文老师，我们法人圈我们是怎么估出来的？它的数字到底多少？会不会达成目标？如果告诉你说达成目标会发生什么事，你后面毕竟没看到，那没有关系嘛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营收达成目标的公司，它长成什么样子。这一档股票叫大力光，
十月份十一月公布十月份营收达成目标，顺利渴望创新高，达成财测，从600块涨到887，涨到将近900块，还有人要买。这个就是宏达电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事情。可是观众朋友，因为电视上有些东西不能讲太明，所以演讲会我会全部的全盘告诉你。那观众朋友，你认为这一场演讲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啊！未来宏达电的多空分野到底是要大涨还是开始起跌，就在这一场演讲会啊，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啊。那观众朋友，你认为对你十二月份操作高价股，甚至高价股下礼拜要买还是要卖，演讲会我都会跟你讲的一清二楚，包括大力光你有兴趣到底应该买还是应该卖，我也会跟你讲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认为这一场演讲只要你预约报名的，你就可以完完整整的听到宏达电的未来，未来到底是涨喷出还是要修正，那观众朋友不就值得你来听了吗？那再来，周文老师的看法到底准不准？你看哦，法人背后的用意，当然这个密码64242这个密码我也会告诉你。今天的消息叫做宏达电十月营收没春宴，外资预期240到250，只有212.3，所以我说这个外资分析师真的是菜鸟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毕竟跌下来了。重点是法人背后的用意在哪里？我说你把我一连串从刚刚讲到现在，我刚刚讲的重点一连串从刚刚想讲到现在，法人的用意到底在哪里？你串起来你就知道说，哇，背后真的有阴谋。那观众朋友，钟老师的看法到底准不准？你看一下11月7号，当时 208.5， 我们的尊龙会员在208加码了40张，我相信你印象很深刻。当时我告诉你说，法人短刀上穿法人长刀，要波段起涨，都画在这一边给你看了。11月7号重播内容上亚洲投顾官方网站，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那观众朋友，当时 208.5 后来涨到哪里？涨到289.5，这一个波段是我跟你预告的，这一个波段是你当时来参加我的演讲，只要你跟着我做你就会赚到的。这一个波段是80块钱，这一个波段可以让多少人反败为胜。所以观众朋友，宏达电还有没有下一个这样的波段？宏达电你不能不知道的事情，关系你未来十二月份操作的顺利与否，要大赚百万还是大赔百万，就在此一行。所以这一场演讲重点我已经告诉你，演讲会我会给你你满意的答案。那这场演讲是需要先预约报名的，所以等一下广告当中电话欢迎你利用，周文老师会在演讲会场等你，我会亲自解答你的疑问。那等一下广告回来告诉你联发科跟可成的未来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每次一演戏啊，只要看他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走进结婚礼堂，就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朋友就说，孙哥你怎么这么感性？不是感性，是小孩子年纪还小，心里很酸，很酸。我坚信戒烟即草，生命美好。亚洲投顾蔡中贞收费讲座，12月8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中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报名02-3393-3789。亚洲投顾蔡中贞收费讲座，12月8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中午台中，
关上台北，预约报名02-3393-3789。来一点要乱七八糟的，你讲说不要这样子把衣服弄脏吗？哇，你看破掉了，这怎么穿的？好了，没关系了。很多人觉得孩子和家庭是个麻烦，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着理解过他们背后的意义。走入婚姻，拥抱新生命，给自己一个家的感动。网络提款好便利，首先网址要看清，不明网页请千万当心，电话确认最最安心，懒人密码破解真容易，定期更改最放心，离开座位即刻关闭，用完登出非常要紧，公用电脑别进行，无线上网也请暂停，账单明细最仔细，怀疑盗用快快联系，网络银行使您生活更便利、yeah!你好，欢迎回到法人上菜现场。我们来看一下可成，可成今天又跌到144。那昨天的外资是小卖，开始出现卖超。那关于可成，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事情在哪里？今天有个讯息叫做可成鲑鱼返乡。那鲑鱼返乡对他来讲，他背后的影响，除了他的营收获利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是利多或利空？这个你不就应该要知道吗？除了这个鲑鱼返乡之外，外资昨天的筹码松动，是开始要大卖了吗？还是只是短线上获利了结的卖压？这个你不就一定要知道吗？再来，2013平板年，可成的股价有没有大爆发的机会？苹果的订单，苹果 iPad 的订单，苹果 MacBook Pro 的订单，宏达电的订单，可成到底吃下多少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可成吃下很多而不是红准，那观众朋友，这一边你修正应该买，要加码还是要卖？这个不就是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吗？当时的可成南瓜大部分订单之后，你知道涨多少吗？观众朋友，一波涨上来，从120，前面还看不到，还有八九十的哦，涨到277.5。这一段在明年可不可以复制？可成未来的部分，这一段大涨三倍，在明年平板年大爆发的时间点，可成有没有机会再喷出一次？这个不就是你应该要知道的吗？你想要赚可成，你可以不知道吗？当然不行，全部我讲的全部都是重点中的重点，你都应该要知道。那当然，可成钟老师怎么预告？我相信你很清楚。第一个 117.5 这个点哦， 117.5 当时时间点10月29号，117.5 哦，10月29号，钟真老师说什么？可成已出现背离买点。当时10月29号，股价117.5，钟老师告诉你，可成已出现背离买点。可成最高多少？150几。所以我跟你分享的未来，是不是你一定要知道的重点？绝对是嘛！我可以准确的抓到宏达电，我可以准确抓到联发科，那么当然，可成也准确抓到给你看。所以我的演讲不就值得你来听吗？除此之外，联发科近期的联发科盘中谣言频传，包括跟晨星的合并。有说 delay 啦，有说 delay 到5月1号，有说会失败。那观众朋友，联发科的合并晨星成功跟失败，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？如果失败的话，
如果失败的话，那么联发科这一边你该跑还是该加码？如果成功的话，那么联发科这一边你该跑还是该加码？这一些都是讲座当中我会跟你完完整整的预告，而且完完整整的跟你分享，绝对会让你有一个满意的答案。那么当然还有我的私房菜，法人做账索码到月底的做账股到底在哪里，演讲我也会清清楚楚的告诉你。观众朋友，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，高价股下礼拜该买还是该卖？宏达电跌到这边跌完了没有？下礼拜买点在哪？演讲会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。所以这场演讲是北中南的演讲，因为座位有限，请你先预约报名。那座位有限，只要满了我就绝对不多收，关系到你十二月份高价股的操作，欢迎你参加。最后祝大家每天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每次一演戏，只要看到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走进结婚礼堂，就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朋友就说：孙哥，你怎么这么感性呢？不是感性，是小孩子年纪还小，心里很酸，很酸。我坚信戒烟即草，生命美好。亚洲投顾蔡中真收费讲座，12月8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中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报名02-3393-3789。亚洲投顾蔡中真收费讲座，12月8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中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报名02-3393-3789。孩子也要乱七八糟的，我不要这样子把衣服弄脏吗？爸爸，你看这破掉这怎么穿的？好了，没关系了。很多人觉得孩子和家庭是个麻烦，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着理解过他们背后的意义。走入婚姻，拥抱新生命，给自己一个家的感动。亚洲投顾蔡中真收费讲座，12月8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中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报名02-3393-3789。亚洲投顾蔡中真收费讲座，12月8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中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报名02-3393-3789。